还是考虑是违禁的。他这个有影像，这就是那刚刚掉的是吧？还是考虑是那个性质，我建议做手术，照个相给他。没切除，这个的话，它是怎么切除的一个切除法？肺段切除。肺段对吧？嗯。它这个已经切的这个大不大？不大，肺段不大。然后的话是两边，它就是有两块都可以。小的是在哪里啊？它这边去。我怎么都看不到。背侧。胸膜下啊，在这里。这个呀，这都看不出来。嗯。这都看不出来。那这个可以切，它是左肺一起的，可以切吗？可以切，但是这个要确认，这个不清楚。你原来的有没有这个？原来也有，那就可以。但是这个就要定位的，太小了，做手术的时候看不到。做手术看不到吗？嗯，要定位是吧？要切的话就要定位。定位的话是怎么？要重新拍照？要重新拍吗？是？不是，在 CT 下面扎一个针。那好，还是能切就是尽量切了最好。嗯。你不要随访了，做那个结节好大的。啊，那就做手术的。嗯。